16日傍晚，韩国人气男子团体 The Boys 因海外行程进入仁川国际机场出发，前往日本大阪。当天成员们在到达机场后低头快步行进，引发众多粉丝在机场内奔跑，场面十分混乱。 The Boys 未在机场内做过多停留，直接入关。据悉 The Boys 将于5月8日在日本举行粉丝演唱会。搜狐视频韩流第一线韩国报道。